搞不好最惨的会变色雷西。纳克斯啊，塔没有广告的话，就是他已经播完。以波币，波币有两种情况，就是一个是没钱了，一个是已经没了。They could not bring me. 总之听说其实广告都给播光了啊，白痴，又不是我播光的，别人也有播啊，你扯到我头上干嘛？啊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TSN 那个队员的那个广告，真的是超多了。欸那一下啊、他们说这边是因为我们战队的人数都会破万了，现在一万一啊，都是靠你们才能带动这种热潮啊，就各种靠啊。拉、欸、一下感应哥啊，感应哥啊，拉一下。我不是房主啊。那个奶茶拉一下。哎、欸，同志你站这了，我们帮忙看了。啊？我先擦眼吧。擦哪里？你有六十秒，随便擦、啊，大概啊，反正我们这场站位啊，我们这场站位，我们这场站位啊，不要冲啊，我们这场不冲啊。他们一等好猛哦，你不是说不冲吗？对啊，这他们啊，对啊，我应该去守红一下。我们一等不冲啊。对面一等射雷西勾到我们就死定了。哇，是啊，那怎么办？嗯，他踩到陷阱，踩到我的陷阱，中陷阱了。我退了，我退了。啊，看一下，那、啊、我们去偷他们的红啊。二红二蓝，他们60秒插在这里，他们没有插眼。你要吃蓝，你要蓝起手。真的假的啊？你棒槌哦！他红来不及啊！他红来不及，哎，上路红经验哦，注意哦！可以啊，看他是沉默，那个雷文什么东西都回不出来。靠我两下就好，你靠我两下就好，你上路自己的兵不要掉。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上路的兵不要掉，因为那个雷文带红经验啊。啊，现在已经没办法先上两等了，所以就还好了。操！啊！这自然死法。塔龙在红。啊。Dusk approaching。那个嘉文先去 gank 上了，这个上，你要先帮那克亚斯一下，帮雷文等一下 OP。你管别人要怎么 gank？ 你管别人，又不是说上路已经被杀了怎么样？你管别人？来，是我在哦，好、哦、了，算、哦、了。感觉。我有亮灯呢、欸，我有亮灯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么多血哦。来的。啊，中陷阱，中陷阱，弄爆他！中陷阱，中陷阱！啊，可惜，差一点。那个下路一直没闪现的。过去了。会塔杀我那么凶吧？不会啊，你血是满的，谁可以塔杀？谁可以塔杀？两等而已。啊，我去上路也没帮助啊。有没有帮助好了？我知道你他妈中路吃了那么多经验值，帮你消耗一下就好。要表演一下了吧？杀不到啊！他们。我操，那拉克是直接这样子来的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老龙、嗯，你要够可以够。那、啊、我们突然这波回去啊！我们爆回去！不要被拉倒，不要被拉倒！
not turn back. Hey, 这边我一我一我一，慢慢来。他应该杀不死我，你先跑你的，你跑你的就好，你跑你的就好。可是拉克斯的一超级养的，我的错。他这拉克斯的一超级养的，他好像是。有点错啊 ，EQ 不中。哇，你 EQ 太鸟了吧！啊，多多包涵啊，我新手啊。哎，老哥你会死啊，小兵太多。我只是新手啊。怎么那么痛？刚刚主点 Q 的，那 Q 超级痛。主点 Q， 是你姐啊？不知道，现在不太清楚。反正他应该没有点 W 啊。哎、欸，太酷了！去去去去。这边一个红眼奶茶。啊，这里啊！哎、欸，塔龙，塔龙，塔龙的，塔龙，塔龙。你冲，你冲，你去冲，救他一下。啊，死去了！哎呦！哎，射系统往上面。操，没 Q 到。我也没 Q 到啊。哎，帮我推一下。没血，推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塔龙也没血，可以啊，推啊。推过去的，你赶快推一推。哦，没 Q 到。射系还没回来啊，你们小心点、啊。哇操！哇操！那么不是帮你 gank 一次了吗？他一定是没注意到他上六等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刚刚是掉很多兵哦、喔。刚兵线没有推过去，因为刚躺在上，我没吃到那波兵呢、啊。哦。那时候我 gank完之后，算了，我的问题啊。应该是小鸡鸡跟你一起推的、啊。啊，他也没血啊！这边那个差不多有光盾了、啊。我比他更没血啊！我拉一下感应钩。上路有没有打？他们上路有没有闪现？下路应该还没有。上路啊，不是下路啊。上路应该没闪，上路没有闪，然后回家了。哎、欸，给你吃啊！不行啊，我还没六等呢、啊，你要打这、啊？你又被偷了！要不要？带一下，带一下，没有红爪，带一下，带一下，你没有红爪，不要怕，被偷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六等，没办法狙。叫你又没有红爪，你还打飞滴啊？就跟你说早点拿、欸。干，早点拿，我打不死啊！他那个血量。我往卡下里面都好像特别容易被。没有啊。刚我被打到一下，他不是别人打打死。等一下，我 CS 赢伊泽瑞尔。下路哪里有？谁没有闪？伊泽瑞尔没有，应该快有他闪跟我差不多，他快有了。塔龙，塔龙。我来。去波。那、啊、我快六等了，我再大概两只。可以打。我还要很多。那、啊、我先拿个红。红刚才在偷啊！对啊，他哪有总偷我的红？这里有没有盐啊？他现在一直六等呢。不知道哎。看他们反应都在有没有啦？有啦。把兵线控住啊！这中路好像没有闪现哦。呀啊！不行不行。哎、欸，中路帮我顶一下。我回家买你。啊。哎、欸，下路全部消失了。小龙吧。
应该没那么快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一直回来了。那根眼，绿眼，绿眼。啊，每次来上这里都没有魔力。猫底叫我回去了。就每次也没有魔，不黑，他有没有闪现？他，哎、欸，你就要点，我就去。感觉可以杀、啊。我没抹，没抹。你就过去，你过去飞起一下就好了。这边红眼一根。我先逼，我先逼，我买 BF 兵线，等下。哇，好凶哦！没关系啊，你这样子花闪现啊，你自己用花点燃啊，你自己用闪吗？两个，两个。干嘛注点一吧？没有你护盾胆子啊？他会不会是 QE 护点啊？你说谁？说拉克斯啊？嘿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小心点，他第一次刷你一波大，你可能会死。他已经刷完大了。哎，好。我来下路，我来下路。这个一者有闪啊，那光盾应该是有的。这里有眼。射一下。啊，我 CS 输二十几只啊，这叫打毛。正常，这个。我操！你一开始他妈吃我几只，我都不想说了。拉克斯已经四等了，我还在二等呢、啊。你不是跟我说补位吗？你说补位什么？你不是叫我拿中路补位吗？是啊。那难道我就吃经验不吃兵哦？喂喂，他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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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打兵我们，去打去打去打！哎呀，你这 Q 不到没有用啊！啊，哪是我 Q 不到、啊，你没跟，你要先跟啊！绑那只绑那只，他又不是白痴，你看他一直最近跟我拉，我哪 Q 得到？他就一直在绑我 Q 他了。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拉克斯等下不要打不要打，侮辱。小弟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没摸。我啊，不行啊，想打。你怎么有德玛西啊？我有啊，但打过去会死啊。小弟弟，你要 gank 一下，说不能说出来啊，他们都听到了。是啊，打。好了，等你小心点，我们这边没兵线过不去啊，我们两个小心，小心一些哦。伊利大美，伊利大美。挂了，没事啊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睡觉、哦？这里没兵线，我残血弹塔会直接死掉啊。不是，我说你刚才睡觉，怎么在那？刚才等，我刚才等兵。你要多退一波兵。等一下，我杀了一只，又把那个上路先等，我再打好不好？上路。啊，那个这个射线器不是也虚弱你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等我一下、啊。好，我先放个招啊。等一下，等我十秒。打点雷文呢？你这什么装备啦，东海？等一下，我要出那个。去。上！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德玛西亚，德玛西亚。可以啊。冲出去了。找他，冲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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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一定要冲。Nice。退兵，退兵啊！哎，拦我自己吃。你刚德玛西亚一下，我盾一下。你先退掉，然后我自己吃。上路赶快退掉，上路赶快退掉。龙还在，龙还在。啊，感应哥，不要把人心想那么险恶啊！啊，刚刚他说下路，整个下路对面一个四肢啊。感觉。怎么了？好，没事啊。再想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塔、啊？没有。Chosen of the moon.
两层而已哦。好啊，你先上路先堆一下。欸、你为什么会只有两层啊？哦、我刚留大啊。你又不玩科僵尸啊？操！抓一下上路哦。15分钟你只有两层。哦，刚才留大要杀他没？不然怎么杀、啊？杀个毛啊！你整冲，你整场被他压，你要杀掉。塔龙在这哦，推。稳住边，他们会推，他们会推。哎、欸，他们刚拿完蓝哦。这个龙哥在这里哦。他会拉灯笼飞过来，小心一点。拉灯，他会拉灯笼飞过来，推他啦，给他啦，给他啦。给他，我们被秒杀了。给他。我打，我打。相信我。相信我。要拉你。如果只有三只的话，相信我。欸，上校。欸，这里有眼。啊，这，我先走啊。欸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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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帮中。未来，未来，去背他，去背他。好，推兵，推兵，推兵，赶快推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理上，吃小龙，吃小龙，吃小龙。我们下路基本上是稳龙的，没什么。有要拿吗？有要拿吗？把他推推推下。人来就杀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上路被推了。不要管他了。他半条，他半条。给你压下来。哎、欸，重击要准一个。给他杀 Sky 哦。哎、欸，你这你抬起了。对、欸、对对对，我先回，我先回。对, 對, 對，那个东海，你中路撑一下，你还要血。啊，一点点就中了。我去上，那上给你哦。啊，杀 Sky 啊！人家走那边有点危险，我绕一下路。塔龙那个。我吃一下双死再下。deny me no longer 这一德没抹啦，不要跑啦、啊、哎、欸、哇，感觉守不到，守不到，没有抹，这不能慢点，不要，不要弄他，不要让他回家，我们推一波他回家，我们推一波，等他，等他，嘉文，你等他，这边好像有眼。接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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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棒。不行不行，下路四只，拉克斯也过去了，要退，要退。啊？嘉文要出军盾吗？对面 AD 比较多吧，看你啊。你嘉文。好，雷文上路出来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这边一根眼，绿眼。啊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像整天也，他们是不是开图啊？疑神疑鬼。小鸡鸡，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，好不好？我每次下去，他没有一次会冲啊。我不信他眼放的这么好，我觉得可能有啊，真的。我看塔龙每次要下来，叫小鸡鸡就下来等，就过一下塔龙就走掉了。就是他明明应该是有机会可以上。快哦！开啊！哎、欸，他们，哎、欸，退一下哦，退一下，五个，五个，五个，留一下，留一下，五个，让我退上哦。雷文往下走，雷文往下走。你推不动啊！你赶快来帮啊！你那个装能推得动。你推完兵就来帮啊！你那个装哪推得动？冰霜之心这么酷，你出冰心干嘛？很好啊，对面一堆蜈蚣啊。但也不是这样，第一件就出啊。还好啊，可以啊。退退退！叫你们退吗？哦，你们是怎样？一定要送？哎、欸，跟你们说，全部在下，你们一定要送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。好，不行了，我拉克斯也来了，要退了，退了。加文一下，加文一下，我干。他在吗？你先回，你先回，你先回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你先回，直接回。先回，先回，直接回啦，这不可能打。人要打吗？
然后多少？然后我看一下，还早、啊，228。哇操！都哪一招？四鬼也抢，他妈乞丐！在靠背哦。啊不是四鬼啊，讲错了、啊，那是狮子啊。你说四鬼有没有人在吃？哎、欸，杀啦杀啦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拉我拉，可以可以，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。这是不行，要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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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会死你不会死你不会死！雷文超级痛的、啊。我躺，我躺，我躺，算算算，太多了啦！再见啦，兄弟！走啦！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撑一下。你这样还能不死？你妈拍电影！为什么你没死啊？你要去拍电影？我光盾、啊。我操，那雷文超级痛的、啊！哦，我看到。哦，吓到了！一套我就要爆了，他还没点燃我，他点燃我就死。点燃下了我这里啊！父子都是啊，我、哦、都要先出金人啊，超级痛啊！这车豆腐，还有什么车豆腐哦？感觉豆腐，结合一下。操，大只的肉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哎，东海，你一直回家，你在回几点的、啊？我、哦、没魔没血，不回家哦。哦，你没魔没血。三只。这个塔龙不会来吧？血少的那样子。哎，继续推，摸塔，一摸塔，一摸塔。现在有兵就推，有兵就推。摸塔，摸塔，摸塔，点塔。小心拿克斯。点塔，点塔。有塔龙，有塔龙。据点，据点，据点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据点拉没那么快。好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不要理那个啦，那个不可能啦。可以啊，你现在就是这里啊，守好这里啊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看小客家师的大卷？不要管他了，东海顶得住的。吧。对啊，我顶得住的。就算顶不住，雷文也不可能塔杀他，他物防200多吧？对啊，204啊。204那个绝对砍不死啊，雷文只有四月者，还没有而已。哎、欸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快哦，先到哦，先到哦，推哦。小鸡鸡先到哦。他呢？哎，感觉会死啊，很硬打。应该可以打、啊。现在就不行了，刚刚应该就直接打了。雷文在上，你不打。现在雷文过来就、哦、不行啊，雷文在附近啊，没有视野。不能不能不能打，不能打。先看一下视野，先看一下视野，我插一眼。差眼差眼。对对对对，拉一下。哎、欸欸欸，不要不要开龙，不要开龙！不行，我不能开，我没有金人呐、啊，要别人开啊！小鸡鸡冲上去开！谢谢这个阵的哈！你大雷文，你大雷文，你大雷文，你大雷文！那个全部都打我啊！啊！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是小龙，我推中，一下顶一下，硬吃，你们两个护塔，超准的、欸。那我大呀，死了就算了，可是不能送给人啊，死了要拖一下。你往前啊，你往后射。我想说你弹，你要弹一下。你娘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，东海。哎、欸，一个推就好啊，一个赶快回啊。我回。那么穷，一波兵两个人吃。再吃一下拿，没要拿。我来，我来。没要拿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个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不用怕，我有眼，我有眼。啊，怎么不说话？好啦。你想要你昨天射雷西吼？放也不是舍不得扎用啊。我昨天是没办法，射盆那个二货啊，958也没办法，就随便打一打。958打我九一啊。我差70块啊！操你的！你那么凶干嘛、啊？大我差70块，你不给我？没听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、欸，上路上路，一
可以去。哎呦哎呦，奶茶有虚弱吗？有。留给雷文。好。雷文冲后排留给他。那个雷文伤害有个可怕、啊，不知道谁被他秒掉，忘记谁。这雷文这种跑速啊，下路要带一波，我去吗？有点危险，我去啊。就是说下路有一堆兵，你想吃就好了。对没？讲那么多屁。那一堆兵，那这样，哎、欸，拿来吃啊，一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中路要守啊，哥哥们。哎、hey. ，来来来，我可以开，我有技能了，我可以开。啊，反正第一目标就先秒雷文就对了，雷文往前冲就秒雷文。哎、欸，准备哦，上上上。哎、欸，哦、欸，不行，开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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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斯大克斯，哎、欸，雷文没大，雷文没大，还有，大克斯，先大雷文，先大雷文。我操！打那边完全不敢前进。有人打我、啊！跑到旁边哦。啊！我就给人卖掉了。给人卖掉了。没得救。操嘞！阿不出去。操嘞！哦，超猛！这个雷文还有闪现呢、啊。啊！奶茶，奶茶顶住住。奶茶。沉默啊！啊，护盾超好，输了，拜拜。啊，不出去啊！被那个雷文晕到了。就一个雷文，你们就怕成这样了？来，这我会被雷文秒，出不去啊！这边一个塔罗在这边，一个雷文在这边，我完全就过不去。我就大绝刀三只碰在一起啊！我刚刚阿过去拉克斯就死了，可是……哎、欸，对，靠近你的。你在干嘛、啊，小鸡鸡？杀不死，一定杀不死！我没有伤害啊，也是啊，看我，你至少也要顶了一下什么的吧？我冲去冲头了、这个！你阻止他！你不要再吃兵了，阻止他！来不及了！猪脑啊！对不对？你脸上回家，你也不断他。在这里，没有人控制塔龙跟雷王，他们两个都想冲我啊！我来保你好了。没有人保我，他们每个都想冲我。我再冲过去啊！我推一波上。哎，小鸡鸡，等等，你不要冲后排，给那个东海。就跟你说啊。是啊，我刚刚冲就你就插雷文，你就负责插雷文跟插塔龙，除了这两个你不要再插，不，你刚刚插拉克斯是对的，可是你要回头去，感觉拉克斯，你等把西亚雷文破了插一下，干前面给雷文一个塔龙 AD 的压力现在是有够大的，给东海顶着、啊，他死了就算了，反正也是个废物，操你的，你的废物，干我不挡了，操。这其实等后期就好了。哎，我靠！不要我输吧？那个谁，东海出了，反正也是个废物嘛。哎，你下路推注意一点哦，我们的这个已经没了、哦，你赶快过来哦，赶快哦。等等，脸哭哭哦，脸哭哭。哎，中路退了，退个屁啊！先杀掉射雷。你要回去出 Oracle 吗、啊？不然嘞、欸，不然你不是叫我出？守不了、啊。先守中吧。再放掉。守不住了，要放，守不住啊！哎，他们那边走，我们不理他们，我们不理他们。等我先去。不理他们。直接脸上！等我，先等我。哎、欸，他们从这边。你 Oracle 点了没？点了。哎、欸，想办法打哦。那个小鸡鸡可以开，可是要回来保 AD。你开完就保 AD。哎、欸，白眼。好、啊，应该可以。哎，好，白眼。我们下路毕竟是推的、啊。
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好像要，好像要，他们好像要。我要放一下陷阱。你去拔，你去拔，你去拔。奶茶跟我走，你这样我这样拔，然后你可以插。啊，你们就拔我，没办法开啊。先把中路这波兵推过去，准备要开，准备要开，开，小心一开。你干嘛？你要害我被开哦？真是有够大的、啊。先杀雷文，雷文，先杀雷文。就冲过去就给阿克斯碾死了，那吐死很难，再把塔龙吐死了。哦，挂脚 Q， 我冲过去就蒸发了、欸，真不会是石头王子、啊，真他妈的尾刀狗，尾刀狗，操，就蒸发了，可以推光，可以推光，那个东海推到第二座圈回去。还不急、啊，还不急，还不急，什么东西？你攻杀回、啊？还不急啊！继续推啊！继续推！啊！你回去，你回去。白木，来吧，白木。啊，我们回了。哎，统神，我不可以又开战又保 AD 啊？你刚刚就开战了，你刚刚就死得很好啊，好就好了、啊。反正刚刚东海堡也很猛、啊，塔龙跟雷文都打你啊，你有小金他们都打你啊，结果他们完全没有人打我。我一冲出去就保不到 AD 了，就蒸发了。我保就好了，反正我大留给雷文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先不演。这要求太高了，又要开战又要保 AD。先退、欸！你们在干嘛？这么黑，你们不怕死啊？这边，你刚才很危险，很危险，没有一个人在，很危险，不要过去。哦，有了，有出来。追他！我操！来！拉一下，不要急，拉一下。啊，没有死，差一点。推中，直接脸上，三血了，要三血。脸上推，不要管别人。破中，脸上推。嗯，我猜我破中。你没有魔皇，他打你会那么痒啊？对啊。他踢掉你一套，你才扣不多血而已。是单魔法，正当魔法，然后又大几分。走，这里。先退。他们不行，退不掉，打，退不掉。反开。后面保一滴。我操！不行啊，对面太猛了。哇！哦，那这个死啊，可以啊。他们两个不可能撤掉巴龙。差什么鬼伤害啊？我是蒸发啊！这边伤害有，刚塔龙在这边等我啊！这边伤害有点高、啊哦，我可以这样就 EQ 大绝死去啊！中路手下、哦，他们不会推下路啊！有东凯有满血啊！硬挡啊！你这个六层，他们打不死你、啊。感觉东凯的 Oracle 没有什么发挥到、啊，你把眼拔光了吗？霸王那边都没了、啊。我知道。我是说这个 Oracle 我们一直在打、啊。老师，你刚刚有开金人吗？没有啊。干！不，你笑什么？那要怎么开啊？我一个 QR 过去，那要怎么开？点金人也是死啊！我们已经死光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总跟那些观众一样，以为金人有伤害？金人开也没伤害啊。你可以拖个时间啊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已经死到剩我了，剩我跟旁边一个一滴血的东海那边抖。那点击有个屁用？所以是你可以拖一下时间啊。谁跟你在那边抖啊？我那么抖啊？我最好换到雷文已经是奇迹啦！雷文没死，这边就八龙了。我还是各种骁勇善战啊！我那么抖啊？抖的是你啊！我在那边抖来抖去啊！很把我啊，那个不雷文。不要！那个没关系。拔，可以拔，拔眼睛拔掉了。操、欸！你回家，你叫傻破拔眼啊！他死掉，你又说人家战犯，不是都在中路吗？你们没有小地图哦。等头哥啊，等头哥啊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塔龙，塔龙刚刚没在中路。
等头哥就好了。哎，过去打，过去打。Go！哎，阵型拉好，阵型拉好。对啊，这样可以，他们没有人可以冲我，他们自己到龙区那边。这边有两个。区了。宝宝，他们分开，他们分开。东海超硬的，他们没有打东海，保住 AD， 他们已经抓 AD。他们已经抓 AD 啊，保住 AD 啊。不错。好，先退。哎，对了。就差这么一滴，乐胜。这边打八龙，打八龙。二十滴耶，好扯。没关系啊，这个啊，他们阻止不了了。哎，有重击吗？重点有啊，放心啊，我不是杀 Sky。东海砍一下，笑、哦，你砍一下、哦。操，那你叫我怎么样？小心他重塔，小鸡鸡，小心他大。太骚了，快走！你就不给我一个，你就不给我砍一下？要我止血，叫我怎么过去？对，塔狼从后面来啊！这样还可以怪我。哇、哦，这么猛，还杀一只！哦，完了，不应该闪啊！不应该闪现的，应该点技能的。好像叫你要点技能吧？既然没伤害的、啊，没伤害吧？那闪现也死啊！闪完就知道招啦。今天没伤害，怕什么啊？啊！浪费一个闪现啊！哇操嘞！就你蓝给我好了，那个死定了、啊。你蓝好像都没什么在用，就挂、啊。你的降息已经满了，你拿蓝干嘛？白痴哦！我吃掉喽！你白痴哦！头哥生气哦！要靠我啊！头哥生气哦！好、哦，我要是复活甲，受不了！全队二十四杀，我一个人十三杀啦！你是捡来的啦！二十四分之十三呐！队友各种坦，因为你有今天哦。怎么不讲话的？没有，刚刚不是不点技能啊，是不应该闪现啊，浪费一个闪现的、啊。那用闪现完全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他普攻已经过来了、啊，我点技能他走到我旁边我也死啊。对啊，我们浪费一个闪现。对了，我现在我复活甲了。有的时候人慌就是这样子啊，实际那已经死定了。退中啊，退中啊！啊，一定的、啊。那不要管那白痴雷文啊，那雷文现在也是这种酱油啊。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啊！我还好，我复活甲，不然我就……我靠！啊 ，GG 啊，六十秒 ，GG！ 啊，复活甲 OP 啊！复活甲 OP， 对。这就是为什么对面一堆刺客要买复活甲。你这边看一次好的，冲的话说一声啊。啊，继续。把这个塔一掉，东海。哟，东海各种嘲讽哦，哎呦，跳舞哦。好累啊、哦！28分，哎，变短了。啊，果然我的伤害还是在统神之。